王玉金，中志就明明已经过身去啊，啊，是安怎罗家峰伊会讲伊就是中志嘞？这到底是安怎？今日你若无把这个代志讲我清楚，我绝对袂帮你耍的。我你想要安怎嘛？你想要继续跟我对峙就对啊，信？好啊，我只要直接靠对罗龙在心。罗家峰确实也是中志，伊哪有可能无发现？看起来问伊。是上紧会当得到我想要爱的答案，即下就叫伊出来，咱大家做伙个代志，你有清楚啊？刘小水，你实在有够卑微。当年你拜托我救你后生陈中志，我顺你的机会。给你一个活跳跳的后生，安尼阁无够，你是安那报答我的啊？想要救我的毛卡，你是安尼报答你的温情人？当年你无顾陈天亮的反对，走来找我，若是我会当救你的后生，无论我讲什么条件。你拢会答应？你不是王玉金，啊，你是？叫出我的名。啊，内底人对个真正无的。今天早上连骨塔想要创啥？刘湘水，我已经讲了遐尼清楚啊，你也袂认得我？你是江道生？刘行，余湘水姐在讲啥？老朋友，你总算是认得我。听讲江道行进前有干两条魂，问题王文军的身上，后来伊拍落去变成植物人了后，已经无法度控制王文军啊。除非江道成的魂，即摆拢伫王文金的身上，所以即摆王文金其实就是江道成。你总算是想通了哦。莫怪，不过我之前在河中城的时阵，金妈伊会替杨小水讲话。不过伊刚来出来吃饭，伊会硬硬叫我来吃。不过伊哩狐狸仔咪讲伊是 A 型，原来伊根本都不是金妈，伊身躯早都刚都先霸占去啊！不用的，我爱今日赶当个同你在伊个中心，叫伊那个细弟嘞。阿拉无刚都先一定利用金妈来对付大家。你这个卑鄙小人，你竟然利用金马来接近我！老虎皮，你哪第一只？不管你有啥物打算，你的鬼计，我绝对袂让你有机会当达成的。回头，江道生，江道生。你是安怎把中志救活的？啊，是安怎会变成罗家峰嘞？
你拄则讲啥？你哪会对吴金杰好讲多些？你想要对我骂？对，你拄则问我的问题，我应该会到为江道成的身上得到答案。咱得只等伊倒倒来好不？我得甲伊问个清楚。所以拄则迄个人是江道成。我妈听到这个秘密，所以要追杀伊。你我妈危险，我要去救伊。梅艳，你太冷静了。江道成有法术，你斗袂过伊的。阿白英，连你嘛发生危险，安尼是要安怎呢？我无可能把我妈唔管。梅艳啦，伊不是你亲生妈妈啦。就是讲不是亲生的，伊是强化市场里的妈妈，是我这个世界上最爱的查某人。我不可能把你关的，你别搞错的，你别搞错的。罗家峰，对不起，干妈妈我不去啦，你不去啦，你紧回来，那江道生有法术，你绝对抓不去。你绝对抓不去，中正，妈妈绝对袂当阁失去你一个，中正，妈妈袂当阁失去你啊！我拜托你，妈妈袂当阁失去你啊！中正，你袂记啦，中正。哎呀，别再拖皮疼啦！阿虎兵，今日是走袂去的。江道成，你小狗卑鄙！你怎么藏在金妹身躯内底？你当初拢袂发现？我跟你讲，那是不可能的代志。不可能！哈哈，不然就试看卖啊，看谁赢谁输啊！我看到讲你嘛不是金妹，金妹我实在这么多年，我对伊的事讲我真了解。这你吃狗的代志，你熬会过。昨日你讲的白贼话嘞，你当作我拢没发现吗？我跟你讲，今仔日就算是我的嘴弹起来，早晚再伊卖发现你的诡计。小弟阿兄啊！看我罗振兴，喂。啊！江道成。我手机的屏幕，老虎皮啊，老虎皮，你真要想这代志啊？我只好把你的嘴永远堵起来。你们对我妈做啥？妈，你们惊，我来救你。家宝，这车门已经有挡过卡手，你爬袂开啊啦！你别管我，你紧走。我跟你讲，你甲江道成比嘞，今麦辛苦你阿爹是今麦甲你爸爸讲，别管我啦。我哪可能把这钱包你不管啦、啊？你是爱我是咱你的妈妈嘞，我绝对不可能，把你钱你亏啦。家宝，头前已经是山脚嘛。你别管我，你紧走！不行的，我无救到你，我袂走。你是来创啥啦？你明明知影老虎兵不是你的亲生妈妈，啊，我要牺牲家己性命，啊，你敢有价值？你现在有要乱讲啥？家宝是我怀胎十个月生下来，我当然是伊的妈妈。妈，不管是不是你亲生的，我爸讲过，我永远都爱你，你永远都是我最爱的妈妈。你现在有要乱讲啥？江道成讲的话要哪会信一？你紧走，你紧走！妈，你别惊，我会陪你，我不可能放你一人，我不可能离开啊！拄只隔壁爱我赶紧来才找伊，
啊，到底发生什么紧急状况？江东，江东，你紧张？江东生，我有这个马跟你拼，老夫必做高峰。特别想要第二两人死命。你老婆把中子的命保下来，我就把你的秘密都咬咬出来，给你啦！你是谁的医生？家中你老婆是你的好生？目前我还需要杨香水的帮助，一定要先把陈中子这个机保掉。你别搞用，我来救我妈了。你不是你妈妈，拜托你了。呀呀呀呀呀！你呀，妈，你别搞用。我没有你有代志，没有你离开我性命。别搞用，我来救我妈，妈。你会出现吗？家峰，家峰当然是我的好事，他是我的心肝仔，不知拼死拼跳落海来救我。你再坚持，再坚持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你绝对不会有代志。恭喜你啦，你开始重新啦，皮带看起来足健康诶，只要定期回诊检查就会使啊。医生，多谢你。爸爸，你总算回来啊！你放心，这边爸爸妈妈一定好好保护你，让你平安回来这个世界。我叫你过来，是因为原本的计划有所改变，我要你提早变做罗家峰的身份。我是想袂到你会遐尔啊匆忙，竟然得着老虎尾，跳入去山坑去救伊。你敢知影？我拄则我娘关照你安全，我嘛唔知我想怎样咧做咧。我家己一想法啦，我要救老虎尾，我袂当让伊受到任何危险。你这囡仔吼，都是鬼良心啊啦！你明明知影罗再兴是害恁娘家家破人亡的幕后主使者，你哪会当对叶太太起怜悯之心？你老实甲讲，伊讲你伫兰花园拄着老虎尾，到底是甚物代志？若无我实在想无，你是安怎冒性命危险去救伊？伊讲伫个兰花园确实有发生一件代志，我妹夫甲客别讲啊。我摕到老虎尾，甲头家娘提起罗家峰细汉时阵发烧的往事啊！我想看到老虎尾烦恼的表情啊！哎，佮讲，若是佮发烧，妈妈一定想办法，互你人较爽快。我唔知即句是毋是对我讲的，我真正唔知影。想到我的脑海内面，会有老虎尾的记忆。就参照客别所讲的啊，我应该无拄过伊去对啊。是我疏忽啊！既然我是刚才替因两个设定法术的，陈良进乃三心计的破口，想起过去细汉时，实际发生过记忆，瑞安嘛一定安尼，因为伊才是真正的罗家峰。